陈主席咱的陈秘书长市府我们赖市长以及咱一级主管阮议会好同事以及咱新闻媒体咱遮的记者好朋友，大家午安即摆时间是本息蔡秋兰来接顺伫即段时间寄望咱所有市政府有关单位来本席所提议的，会当来安尼互相来探讨，互相来大家执行会当安尼真圆满首先呢，伫遮本席特别来甲市市长赖市长建议一点事项市长，因为呢，本席有足侪咱的民意。甲咱基层的里长有来建议一寡咱道路的柏油排水。所以呢，本席今仔第一点要来请教因为呢有足侪案件毋是本席来引起，嘛毋是本席来建议啦是咱一般民众、市民、我的乡亲、我的里长。来建议的啦，因为有足侪足侪拢需要来做的啦。因为呢，咱是台南市，咱是市政第一名而且咱尤其是干部局，拢受到中央的重视，而且呢，嘛拢来颁奖特邀，就是啥物特邀，是咱的柏油道路排水做甲真好。毋过呢，有真侪确实咱无去注意到啦我譬如讲，最近第一节一当前我讲的拢是事实，市长，因为这是咱的里民、市民咱的里长有建议真侪真侪所在，我真是譬如一个所在啦互市长了解，就是讲。因为里面市民里长来建议，我即部敲一通电话，予咱市政府有关单位来看，而且已经拢来发包，用咱开阔企业钱要来做啊。嘛，厂商甲咱的里面拢去看现场，甲里长，而且呢，拢去划分啊，已经要施工啊。结果呢，经过一礼拜。全部拢否认，全部拢无做。我甲查查的原因是啥？你知影？市长，我伫遮真心的说啦，真心的来讲，就是讲，阮地方又无真正无气质，而且非常非常受着人无认同啊咱的某某一个议员。讲伊一通电话，就会当把所有案件拢按下，拢会当无做。我感觉这种做法是人非常的痛心啦，市长。这件代志拢是事实的哦，拢是事实的哦，唔是一件哦，是足侪件。根本这嘛唔是本色提案的，嘛唔是本色来点起的。只不过人去乡亲去我服务处，里长拜托讲伊做议员拜托这个案件，你是不是会当甲咱开口企业咱的担马家厂咱来甲公务局讲赶紧来做，因为这非常非常的歹，而且诶涂骹拢会让人骑机车跌倒，需要就爱变狗皮啊。所以我只不过是讲敲一个电话尔，全部的案件。都割下来，市长你若不信，你会当现问的。咱即卖的副市长、吴副市长，伊嘛知影这回事啦，唔是干那这个案件而已，还很多。我感觉咱市政府会使讲是我合并本色的议事厅，你会当调大来看。我真认同咱公务局。有一个开口企业，有一个担马家厂，我曾经伫大会要阁要求咱的市长来做第二场的
担仔加唱，离咱县的台南观音，安尼时间较紧。我曾经搁伫大会来引起，而且来建议。毋过市长，你因为有考量到经费的问题，所以咱是保持伫台南市一个担仔加唱。所以呢，本少伫遮要建议予市长你了解，因为这毋是关系到本少领导的门卡口，你爱了解呢？即个市民、即个里长、即个里民、即咱的市民，伊是有缴税金的哦。地价税、房屋税，后果一寡啥物税，咱的市税，全部是寄入咱的咱的市库内底哦。因同款嘛爱收到同样的对待，同样的福利哦。这道路是做你大家拢要行的所在，唔是做你我本色丘兰南岛的门口。所以我伫遮没有市长了解这回事啦。吼，这是本色对着咱的某某一个议员，伊非常的无道理，而且真正无气质的。我认为讲咱爱修改一下吼，而且拜托市长啦吼。来下一张。本少要来请教吼，咱农业局啊，因为咧本少最近有哪有受到邀请？要去沿江咱的湿地，咱强制咱的湿地规划啦。当然，这有较慢啊，这有较慢啊。不过，我爱予我的乡亲、咱的居民了解湿地到底是对咱地方好啊歹，是对着咱未来开发有受到偌大的影响。我必须爱予咱的乡亲。予咱的居民，予阮地方所有的乡亲知影这回事啦。因为这湿地有足侪乡亲唔知影讲叫啥物叫做湿地啊，哦，也阁有足侪乡亲无了解。当然，这案件伫九十几年、九十几年已经有大部分的通过。不过，我是要建议讲，咱市政府有关单位，咱是毋是会当来改暂缓，还是讲有较好的配套措施来减缓，予阮遮的乡亲、遮的居民有较好的生活，毋茫生活受到牵制，毋茫生活为着生活害咱遮的居民有搁较落伍的所在。所以伫遮呢，本省吼有一个。要拜托咱农业局咱的许局长，你敢会当简单来解说一下？多谢蔡议员的这个指教哈。咱迄个湿地伊主要的目的哈，就是要增加讲咱靠近迄个海边，吼，伊这个排水防洪的个功能。第二就是讲要增加这个生物的多样性，吼。另外。要一种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生态的一个保育，哈，加这个算讲较聪明的来利用这个这个湿地的这个资源，让咱的这个地方一旦吼完全顾到伊的迄个生活，莫避免讲吼去做大量的这个开发啦，吼，伊这个主要目的就是伫遮啦。当然咱即摆现主持咱。有为这个咱台南家吼、有八个这个湿地吼、两个国家湿地六个这个重国际级的两个国际级的湿地，一个迄个六个国家级的这个湿地，吼这个湿地内底，伊上重要诶强调就是讲民治利用，吼、就是讲咱爱去针对这湿地，咱爱很。按照这种迄个怎地方的这個特性，吼好好啊去甲运用。当然这个民治利用内底吼伊有这个算讲有一个划分啦，吼，就是讲这个是核心的这个区域，或者讲生态保育的这款的区域，吼，咱原则上是无爱去开发。吼、就是讲迄个所在，咱无爱个，其他拢是一般的湿地，吼、一般的湿地就是讲
从来之使用，就是讲你原来啊，你炒鹅啊，你原来你啊，这抓鱼啊，还是这相关的，这拢是应准的啊行为，吼、哦，而、啊、且应准的行为啊，原在吼、哦，咱啊、这里、个。农渔民吼，原材会使安尼照安尼来使用啦吼、哦。啊，当然啊、大家对这湿地这个开发吼、哦、啊有不同的啊、这个讲法啦，啊个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啊、对着讲迄个靠近迄海边这个所在，咱若较输讲吼啊去甲开发，譬如讲啊你去甲去啊这个大饭店啊是啥吼、哦，这款的啊游乐的啊设施。安尼对着咱地方的这个啊农渔民啊，原来有真大的这个影响啊，所以伊内底吼有这个禁止的行为，都包括讲你袂用去甲改变这个水路，你袂使去甲伊倒这啊化学的物件，也是讲遐啊这个非常肮脏的这物件吼，拢总袂使去甲做吼，这是啊保护咱的环境、自然的生态，和咱农民朋友会当。哦，这里、靠着吼啊，人讲啊，靠山啊，食山啦，吼啊，靠海食海，吼、哦、啊，这个目的，哦，我相信讲啊、大家那对这个观点，吼、哦，去改想吼、哦，应当是啊、对着咱现主持的农民啊、农渔民的朋友哈、哦、啊，影响是袂介大啦，吼、哦、啊，当然，即摆咱上惊就是讲这里、个。算讲农民的这个权益，和农渔民的这个权益受到啊影响，啊目前安尼个看起来，哈、啊、是应当啊，这个影响应该是啊，会当接受的啦，吼、哦。好，谢谢徐局长，您请坐下。因为不屑你家要给咱的徐局长来啊，讲给咱所有的渔民、咱的乡亲了解，湿地是对阮地方有利的。啊是无好诶，啊是受损诶，即爱互咱一般诶渔民了解，因为呢有咱乡亲对这种湿地是啥物物件，也完全无了解意思啦。所以有当时啊，你若讲诶啊，大家听着讲哦，要改规划要从啥，大家紧张啊。啊，是不是会走来甲本社讲啊？你著爱伫大会爱安尼强力来动啊，强力来建议啊，来抗议啊，这是对着咱地方真正无好，而且呢，互相拢会受损失啦。这是本社的见解啦吼。啊，感谢咱啊徐局长有做遮尼好的解说啊，啊，刷落来。就是伫遮本社要借这机会吼，啊，要感谢咱赖市长，伊是咱公务局有关单位啊，伫咱多年呢，手然为着这条永吉到咱康龙这段两公里所开辟的道路吼，非常非常的感谢吼，咱的赖市长吼。阿未开辟进程是安尼，point 吼，阿未开辟的进程是安尼吼，十冬来吼。就是一直拢咧争取啦吼，真正无简单，因为咱列入咱的五省，而且呢，离咱啊局长、公务局咱的局长、副局长啊，咱的啊努力之下，所以咱伫个旧年开始来施工，一年足足拄啊会使讲开辟了真舒适啦吼啊来，你看。各位啊，在座所有有关单位吼啊，咱市政府啊，咱所有好朋友吼，包括啊，咱的赖市长，你看，咱家己安尼开辟起来，你看，真正实在，互感互本身感觉非常的安慰吼。而且呢，我伫遮有那特别要泼一个网友，他在那个脸书所写的，真正。是我感动的啦，这是真正的哦，市长真的，这个网友真的很感恩，伊非常感谢咱市政府有关单位来促成这条道路。真的，我嘛无想到讲伊会抛这个文给我啦，所以我真正足感谢咱市政府的团队吼，真正这对着咱地方是一种福气，对着咱未来27个工业区。哎，只要道路，
只要道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道路。我真的感谢我们市政府有关单位，尤其是我们的苏局长跟那个吴局长，他们都很非常的认真。我们知道现在的苏局长他非常优质的一个局长，在我们管理的时候，对着我们地方的所有的道路开辟，他都亲身走到中央，这受到我们这些议员同事的肯定。我们的苏局长苏金安，嘿，我在大会我真的跟他学习，因为这次也当过啊高升做局长，是我们台南市的福气啦。好，在这感谢我们苏局长，啊嘛感谢市长会给他一个机会，好，感谢，谢谢，下来。这件你的咱合并101年，本身吼含咱的副议长有召开一个建议说明会，伫个102年，佮召开咱溪南、溪北的说明会，来向中央提出来争取补助，啊，佮即卖。我要来请教咱公务局长，咱的苏局长，应该你对这件嘛应该有熟悉啦。这件已经会使讲伫个101年、102年，阮曾经有开记者会，而且伫个阮议会简报室开一个记者会。嘛，寄望讲中央会当来甲咱重视，因为这条对着咱未来会使讲跨越溪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座非常重要的桥梁。因为我要咱的这位回答好啊，咱的苏局长，啊，搁有咱的台17线。甲咱台19线，咱的黄兴道路的拓宽，而且呢，这已经真久啊。而且，咱的苏局长应该嘛了解，咱为着这黄兴道路，咱爱改命名一个名，结果甲即久，阮少了解，甲即久拢无动静啦。咱的苏局长，唔知道有了解无？你是唔是会当简单来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感谢蔡议员吼。头拄啊讲到这个南41这条吼，这条是对西港老厝吼啊来通来到咱台南市的这个海电路。啊，伫1901年这个说明会哦，迄个时阵就是因为咱向公路局吼争取到这个规划费，因为这一部分是无路的啦，现在无路。啊，所以这路线呢，现在大概咱规划了呢，大概有迄个定案。不过因为伊第一就讲伊还佫办理这个都市计划变更，第二就讲伊的这个经费吼真济啦，大概差爱24亿。所以这个咱要争取公路局的经费吼，大概拢有那要真困难吼。啊，另外这个水丰道路这条吼，这条当初就是有那为着要交迄个173线平行，头拄啊蔡议员所讲迄条路吼。所以，搭画这条，吼，啊，这条因为伊个部分的土地吼，是伫这个黄兴道路内底较省啦，吼。但是伊虽然讲较少，但是伊门爱差1-2亿，所以咱捌甲公路局提起啦。不过因为伊生活苦的经费吼，也是有限，所以一直拢不能不纳入。这项阮当阮会尽量过来争取。好，谢谢苏局长，请请坐哈。啊，说了本席要过来建议哦。市长，应该你看到这个图就了解吼，咱西港自我做民意代表到即久啦，一直争取，一直争取吼，这个外环道路叫做替代道路吼，这嘛有24米的。唔过你诶，去年、去年吼，真正无简单吼，咱来通过着开辟道路的啊征收款，
2.6亿啦。啊，因为经费的问题吼，咱行建署阁有来规划，原底伫咧104年就要来发包啊啦。啊，因为呢少数人的抗议啦，就环保团体，就像即久咱铁路东移遐，因拢夹夹做一个，所以有哪来影响到阮西港所开辟的外宽道路啦？真正足无理的，市长，遮个环保团体有哪对中央去抗议啦？讲因为阮西港迄条若要开辟，会影响到咱所有的原来环保，所以我感觉非常非常的无理，真正有够无理的。我伫遮心中也要拜托咱有关单位，包括咱干部局、咱新建科、咱所规划、咱中央，以及卖，佮因为讲少数人征收问题，佮提出修正啊。所以呢，爱咱市政府，则爱派高级的，爱较高级的，毋茫定派了科长，啊是技师。去开会，真正拢无效。我感觉因在厝的阁修正，对着咱地方非常的不利啦。我感觉我非常的担忧啦。所以咱征收已经差不多征收头有九成，市长差不多一成通啊，还袂征收啦。我寄望后次会，咱是毋是会当派咱的局长或副局长？去到中央来说明吼，市长。迄个西港的东外环道路吼，协议架构已经90几%，就是这个地主已经有90几%摕到这个经费啊，剩4%到5%的人，伊无赞成协议架构，所以根据法律，咱一定爱送内政部征收计划爱通过。后一边我会请安顺做副市长带队。好，谢谢市长，谢谢你，请坐。安尼，阮着地方所有乡亲时代，大家拢已经真欢喜期待，这条外环道路会当顺利来开辟，真正无简单呢。因为咱所有努力的，包括咱苏局长，伫个当期啊，为地方啊所默默的付出，因为大概伊拿出去，咱中行建会、行建署开会，阮是非常的感动，伊大概去。绝对拢有上少70%成功回来，市长真的我们期待啦吼，咱苏局长甲伊个团队值得我们信赖吼，所以伫遮本席有呾感谢咱所有咱有关单位有恁个努力，地方较会幸福啦吼，谢谢。啊，伫遮本席嘛要过来学了咱农业局啦，因为地政局。包括咱地震局，因为咱地震局，咱每一处，咱绝对有地方重划更新，哦，尤其是咱的林局长，即卖可能是差不多高升啦吼。而且本席要来讲，予咱有关单位了解，就是讲咱地方。所有的农路，所有的农路，早期西港嘉里七股，一般咱拢叫做西港重划区。西港重划区就是伫本席做头一届议员87年，甲即卖会使讲，本席对咱农友会透过啊咱的立委，透过有关单位，甲咱斗争取的。咱这种路，会使讲是伫咱农民上需要、经济了、修行主要的道路。而且呢，咱要行驶嘛非常的方便。你看，逐条拢直直直，逐条有够水的，不管伊是路面还是水沟，值得我们信赖。真的，市长，因为这呢，会使讲本身今仔时啊，那要予咱各位了解。
就是讲伊每一条的道路更新，爱经过一年两年，伊的土脚平啊，湿了，啊，咱卡对中央搁讨撇油转来。你看，逐条撇起来，非常非常的水。你也看，咱所有的乡亲，作为咱的农民，咧耕作，拢唔免烦恼讲，哦，担啊甲许落去啊，还是担啊甲塌落，拢无。我呢，会使讲啦，落雨还是风太过，我拢有过甲顺，过甲看。感觉伊的品质拢足水，而且受到咱农民的娱乐，而且对着咱市政府有那省足侪经费，省有够侪。因为咱每一处那争取落来，就是拢千几万的大马家，包括咱地政局对中央讨回来，咱的所有农路的改善，三米变五米，变四米半五米。的水沟做甲水水水，哦，本身感觉非常的安慰，而且对着我的乡亲嘛有一个交代，所以我今仔会特别提这个案件起来，予咱各位有关单位了解，就是讲咱所有的付出是有成果的，而且呢，咱农友会对着咱农民嘛照顾真济，伊的道路排水嘛做系统做甲真好。尤其是咱做遮个道路排水，对着咱市府嘛减少一寡开支啦，减少一寡经费。尤其是吼，咱水利会吼特别欢喜，大概我若讨经费转来，拢第一句，伊说你要加讨寡吼，叫我着加讨寡这经费，这是对着咱个地方非常有帮助个，对着咱个农民从即摆收秋啊，吼那个栽秋啊，吼会使。非常方便，这是本色，和咱大家做伙共同来分享咱的啊地政局加咱的农业局所有的经费，咱该做甲遮尼舒适啦吼。啊，来说了，市长，我若看到这张图，我就感觉非常遗憾啊。因为呢，你喺九十三年，咱拢欢喜呢，欢喜讲七股要来开辟一间生态大学，真正有够欢喜的。所以每一处，若讲到台南大学，本少就拢怀疑啊，为什么？咱的计划要成立全国第一所的生态大学，伊的经费原底因是编列偌济，安怎？75.3亿啊！结果咧，你个立法院拢有通过哦，100年、101年甲102年，就开始会当进驻啦。咱的学生会当招生。就会当进驻咧，啊！你看即久咧，100几年啊，拢无看到啥物物件，拄啊看到一间大楼。阮的乡亲大概呐开会到啊，定期会到啊，啊一年咱的定期会两道，一道是咱开始要开支遮的所有的预算，咱一年。要编的预算，一年当咱的起付800几亿，今麦来开始要运作这个经费，乡亲就搁问啊，啊，伊某某议员啊，啊，今麦是安怎？啊，大学无去啊，啊，无去是要怎来处理？这个土地要何去何从？啊，有啥物计划无？啊，是要兴咱的渔民来耕作？啊，是要来做搁较有意义、搁较有专业的所在，我真正想拢无。所以呢，伫遮我有哪要请教市长，咱未来即个块地要来规划什么？你嘛是都发局吗？对对，
感谢议员对这个台南大学的关心啦吼。确实，因为过去前任的校长啊，无遵照这个原地教育部核定的经费啦吼，佮伊加提出一个小巨蛋的计划，啊，但是伊并无相关的筹资计划，佮想要扩大这个补助的这个范围吼，导致讲教育部伊每一摆送件拢无通过。包括市长啊，帮伊去招总这经费，但事实这种违反教育部一项的规定，所以啊，教育部一直拢甲驳回这计划。啊，但是目前呢，因为咱这个合作小巨蛋的这协议已经结束啊，所以台南大学呢已经伫旧年吼，全部重新修正新的计划吼，七个校区又原是未来新的这个校区的这个计划。啊，但今年四月份呢，啊，教育部有最后阁叫伊补做一个修正。依阮所了解，伊应该这个月特别阁甲最后修正的计划报去内政部，啊，报去教育部，啊，甲这个国发会。这点，阮会最后来顶住这个计划，希望伊较紧来通过，啊，会当来加速七个校区的这个后续的建设。哦，谢谢吴局长。那期待吼，阮的乡亲吼，大家拢期待有当实现希望啊吼。啊来，来，阮小吴那边来请教咱吴局长，因为呢，咱的都市计划是啊，你知影这条有哪几几年啊？一百零三年开始发包吼，今麦对，今年会甲所有的测量吼，拢做完成啦吼。啊，我嘛知影议员你真关心，讲咱未来透过咱七股的都市计划。那会当予地方搁较好个公共建设，啊，尤其地方五万有较好个即个公园绿地啦，吼，一点阮是也来努力啦。局长，我可以问一下吗？嘿，咱一区一公园，你看咱个公园个计划位置差不多挖里多？要甲议员报告啦，吼，我家己阮啊本身有去现地走两三遍啦，吼。其实咱现地有一个真好个资源，就是咱台糖有现有个造林地啦。嗯，这造林地。过去领这补助了，我有去看，其实现地这个树栽种的这个情形真好，甚至有的所在拢咱地方的民众嘛，拢已经有去咧运动，有去咧行大啦吼。我想这个范围就是阮未来啊，但这个规划内底会保留最重要的一个真好的公园的资源。啊，而且我有哪建议啦吼，局长，你若讲有一个办一个说明会，不管是公听会。你爱一定爱通知本社，是，吼，这是我的大会啊要求啦。哎啦，阮这个案吼，未来这个草案也要公开吼，阮一定会伫地方啊，慎重办说明会，我那邀请咱地方的民意代表吼，拢来出席啊，共同来了解。嘿，尤其是阮地方的里长，吼，一定爱通知。哎，好，谢谢局长，我们就期待啦，吼，啊来说了。应该这个，那顺便提一下啦。我请教咱金花局哦，局长，我们那个七股工业区即卖进行是安怎？我甲议员报告吼，迄、那个七股工业区过去的迄、那个内政部的区域计划的专案小组已经审查过，那目前我们在还是内政部的这个征收的公益性、必要性审查了吼。啊，当然，吼、哦，过去有人嘛捌参加过吼、哦，啊，这已经审查四五届啊吼，啊，最近我们在4月28号，就是说针对他最后一次的意见，咱4月28已经甲报去啊，啊，近吼、哦、目前就爱等迄、那个吼内、哦、政部的这个征收公益性必要性审查这個、委员会安排时间审查啦吼、哦，那我们会再追踪，跟议员做报告，目前的进度是这样子。哦，谢谢局长，请坐下哈、哦，我伫只有那个局长李波琼姐。我会记去年啊，去年我们去台政部，本身拢有过，甲咱的副市长、咱甲副市长拢有过。你啊知影，迄真正做无利的呢？伊叫咱的，叫咱的技术，还是叫科长，还是叫咱的设计公司来破银奖节，来解说，啊来解讲一寡计划。因遐专家真的，我拢摇头。你卖讲到一半，我无讲话，我足艰苦啊！咱爱代表咱地方发出声啊！结果伊讲，咱同一个时间，
袂使两个遐尼接近的工业区，这是对安定工业区对无？结果迄边就迄边生存，安定工业区迄边生存，咱七股这边爱个评估。阮迄阵啊，就足重视的啊，因为这关系到咱溪北这边呢。咱这边的工业区，你今仔若讲无出行啊，咱无采努力遮济年啊。而且伊这拢是台糖地，根本拢无法度人种植的所在啊。你阿妈因遐专家讲的，因根本伫桌仔顶咧看，因无来到地方实际看。所以有咱的设计公司加咱所有的团队，该说伊拢听袂使的。那个教授都听不到，所以后厨局长，我建议还是你亲身去给他们解说，去给他们说，这样效果比较好。这是我有去的开会的结果啦，所以在这里本身不能建议我们局长可以多多关心，当然地方我们的我们寄望说都可以一一实现，对着我们地方未来的发展空间搁较好，予阮所有的乡亲有一个寄托，唔免了上班爱走足远，这是阮的寄托啦吼。啊，那拜托了，好，谢谢。市长，因为讲到游泳池，早期咱讲实在，早期咱的法令也是讲重视着咱有私教。早期唔知安怎，咱北门区唯一的游泳池的变甲今仔日变蚊子馆，我拢想拢无。啊，讲到这个游泳池，大会本身嘛讲足得到，而且呢，咱前的秘书长，咱的陈秘书长，伊嘛讲甲，互本身感觉讲非常的欢喜，结果。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还是停摆在那边。尤其是呢，市长，你北门区啦，唯一公用的游泳池是干那一项，而且呢，你咱教育部争取回来，伊的花费伫内底拢一外一外去啊，而且呢，咱大概争取回来。就是拢有一个争议点，就是伊无使用无伊的执照。不过呢，本社伫遮来建议有关单位，尤其是咱体育处、咱教育局，咱爱来重视一下。因为我批论讲，下一张，搁下一张，市长。一条本社伫进前几天啊，咱的报纸看到的，就是阮同事咱徐寮区的慧妍姐，伊争取的，你看，同款的模样，同款的游泳池，你看，人已经开幕啊，已经开始使用啊，啊，阮嘉义区的人口数上多。六万人啊，而且邻近的学校拢爱来使用这块。来，搁倒转来，你看，下一张，同款。咱这游泳池原底，伊边啊，啥物有烘的，有啥的，我感觉拢迄拢会当独掉。咱会当改留这区块，使用的这一块。应该这块是合法的，所以呢，而且本社要来建议咱教育局啊，咱的提出来重新来规划。你其他要做啥物功能，我不管。本社要爱留的，就是这一区块，这一区块就好了。因为呢，本社伫遮要慎重甲教育局。特别提醒，就是讲，咱所有的北门区
的学生啊，为着游泳爱去私立的，伊的费用阁悬，安全问题嘛有受影响啊。所以呢，有足侪家长，包括有关的，拢有来建议分析。你就是讲，把这几块留下啦，其他你要做什么，我不管，您去规划。就是把这个练习的场所留起来，其他可以做其他的用途。嘿，我本身拢同意，我拢同感。不过，咱就是袂使有一个公立的游泳池啦。你看，好不容易，咱的门面下一张，哎，上一张，咱的门面真的是 OK 的。局长，你有空也可以去看一看，下乡去看一看。跟议员报告哈，我有去看过了哈，因为这个案子呢，从我到教育局来之后哈，一直对于这个游泳池哈，是不是要再投入更多的经费哈，来整修，然后开放这个部分呢，其实有做过多次的演绎了哈。就诚如您所说的，就是我们之前呢也是期待说能够像新宇游泳池那样子哈，像新宇游泳池，我们也是经历过两次的这个招标委外的这个部分呢，没有这个顺利委外，所以由现在由体育处呢，我们自己呢来经营管理哈。那我们。都再怎么辛苦，我们都愿意哈投入相关的这个人力啊，或者是资源哈。那因为家里游泳池的这个部分呢，诚如您刚才那个照片里面哈所呈现的哈，就是伊的那个泳池是算较大卡啦。吼，伊加真大卡，因为伊是一个迄个算讲是迄个国际标准的一个游泳池安尼吼，所以伊比赛嘿比赛用的吼啊，所以伊这伫咧维护管理诶营运上面吼，其实伊爱投资的即个成本是加真悬呐吼，所以就是讲经过差不多为民国九十几年以来吼，一直投入就这。对对对，局长，你听我说，我即马有改变讲。咱会开始要来处理的方式，咱会当来研讨，会当减少，啊是讲要安怎来从中来设计，因为这拢无关系到其他，因为就是其他因为有甚物行的有诶无诶，嘿，拢全排除掉，我们就要留这个就好了。要有啦，吼，咱诶国小国中诶学生有体验诶机会，互伊有。较巧力的，讲予伊较少的，咱会当来规划，毋是袂，毋免阁投资啥物足侪物件。即因为上次我们秘书长陈秘书长他也说过，所以迄阵也是要改整体，毋过咱即摆毋免，咱即摆就是讲做新年的，吼新年的游泳池共款，他们就是一个。和随身训练的场所就好了。好，咱唔免用到什么国际，要来比赛唔免。对对。嘿，这是本色的提议啦。是。所以咱是不是咱爱来，搁来研究一下。好，好，好不好？跟蔡议员报告哈，因为这个游泳池今嘛是五十米的啦，哈，五十米也是加真大哈。啊，议员这部分的建议呢，我们跟区公所来研究。好，现在我们是请这个嘉里区公所呢来做这个后续的这个规划。好，好，谢谢议员，您请坐哈。来，下一张。啊，本身哦，感觉咱合并了。啊，本身嘛一直在咱大会提起啦。阮西港自早期就有一个八分分设定，结果呢，经过咱合并了，市长讲的一概承受，所以呢，本身在咱大会曾经多次来提议啊。把咱的八分掩埋场呢，改美丽化，结果呢，咱有咧做无唔对，唔过咱主连
来甲伊变经费，拢是一百、两百，啊是几十万。结果今年已经几年啊？今年第六年啊。结果他的四四方方也是做到安尼尔，所以呢，本席李家要建议咱环保局啊，咱的李局长吼，是，你要多关心一点，因为呢，这是阮西港大家拢知影，西港区它没有一个很真正休闲或运动的场所。哦，所以我伫遮本身一直也延期，就是讲要把这个场所用一个美幻美轮的一个运动场所、拍球的所在。是。结果呢，几年啊，开始改进，好像改变无偌济啦，是有咧改变，是咱的经费不允许，咱一直去较好，就是讲咱主人。拢是一百两百，安尼来三天来聊我做，结果即卖边啊这条，这条是咱打过做的道路，咱要爬起的，爬起的咯，要爬去顶关这个道路，所以呢，其他这边啊拢无树木，嘛无咱的设备啦，都没有。所以局长，我伫遮一个建议啦，你若讲时间允许的话啦，也可以到此走一走啦。我捌去过，我甲议员报告啦，哈，我甲蔡议员报告者，议员你真关心嘛，哈，一百零三年你就提出来过啦，哈，啊，我就开始变经费咧做啦，哈。啊！但是就是议员讲的，讲咱的经费，因为无法度讲一条中大条经费放伫咱的西港遮，咱阁足济所在爱富裕嘛吼。但是呢，咱嘛是真尊重蔡议员，蔡议员不要讲啊，可能爱有一寡运动设施，所以有一个滚球场嘛吼。啊，所以我咧做的过程内底，一百零四年的迄个一月先，蔡议员有这个需求的先。啊，我另外咧做的时候，我发现伊的斜坡吼，太过斜啦，所以我原来爱用加一寡土，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呢，去甲变更，啊，做一个滚球场，搁甲伊的斜坡，甲做较囤较侪土的啦吼，啊，所以迄阵拢有甲蔡议员报告，啊，咱到104年，也差不多五六月啊才验收啦，啊，即马都好发臭啦，吼，啊，所以。滚球场买当使用啦，其他的所在就先好发草。啊，咱知影讲一个粪扫场吼，先好发草，草发起来了后，生根了后，咱开始来种树啊，才会水起来吼。所以迄一步一步啦吼，我甲议员报告。好，局长、欸、你请坐啦吼、哦。我重点啦吼、哦，你当然你会一步一步来做，不过嘛袂使伤久啦吼、哦。啊，而且呢，本席要阁提一下啦。咱是毋是来处好了吼？咱是毋是会当用一个遮阳棚啊？因为迄内底顶悬空空洞洞，拢无啥，所以咱爱有计划啦吼，爱有一个遮阳棚啦。啊，你阁有爱植栽，吼咱的草皮啦、树木维护，咱是毋是爱要对农业局争取，还是讲？要来对倒一个部门来争取咱遮阳棚这啦，吼、哦，这拜托咱局长做伙来努力啦，吼、哦。那、啊、来下一张，市长，这个应该重视一点。咱沿海地带有咱足侪提花，咱的提防就是这样，拢帮了。而且这个提花呢，拄啊做到。我做到即站，做百几米尔。我是讲有关单位咱水利局吼，咱一年当，咱中央编予咱几百亿啊。结果咱应该爱重视一下哦、喔。咱海边这边真正爱重视一下。哪里落雨，日急雨，乡亲里长。就一直卡电话，议员，阮遮拢会放落啊，要惊死规暝拢无困。我真正唔知要怎讲，我嘛足紧张的呢。我嘛曾经叫立委去看现地呢，
去看现场呢，伊讲有编列伫咱治水方案内底几百亿，结果安怎做都做袂到遮。再给那个蔡议员一分钟的时间。真的，市长，咱的沿海地带有足多堤防，毋是干那即个所在尔哦，关系着咱这个大排，关系着咱老厝大排，拢是咱重要的所在，嘛是咱人民、咱的乡亲住伫较沿海地带，拢足需求的，咱爱重视。咱沿海地带，这若放了，咱一定放一道啊！唔茫阁放第二道，我足惊的啦！放第二道，我就会惊死。第一道，阮的区长遐嘛去有流去，阮七股区长，阮的前区长，阮到现场的时阵，好佳哉，人去甲斗扭起来，无就去有憋气呢。迄届应该市长都有去看去关心，所以局长彭局长，你现在。你接手啊！你对着治水，你做内行的，你真的很专业，所以我伫遮要拜托咱彭局长。啊，再给那个哦，我们彭局长那个综合啊蔡议员的建议哈、哦，做一个回应。甲伊做啊，简单做一个报告啦哈。阮目前就是先针对像老厝排水。啊，较早迄个台糖迄个桥遐吼，一个瓶颈段，遐已经有经费落来，阮着赶紧要来设计，要来发包啊，就是新瓶颈段的赶紧来处理。像这个部分哦，阮着继续来争取经费，继续来延续啦，希望讲会当继续延续啊，有一个整体治水这个效果会当出来。那个蔡议员哈，请市长综合你的建议哈，给你做个回应。蔡议员，我借一下你刚刚湿地那个画面好不好？湿地的那一个，啊，溪谷湿地那一个，对这张画面哈，其实咱拢关心渔民呐，啊，其实渔民伊是掠鱼为生嘛，伊一定爱有所在通够来掠鱼，所以无论是讲过去的七股炼钢厂。哦，也是这个七清，伊若做咧到地渔民，就无所在通掠鱼，迄才有可能灭种啦。也是讲你甲七股的湿地、将军的湿地，你甲变作这个大饭店、商业区、主体区，渔民嘛无所在通掠鱼，伊的生活较受影响啊。所以今仔日对渔民较好诶，是变啊甲湿地甲保掉诶。啊、对地球来讲嘛较好啦，哦啊，所以这吼、哦，咱若对照过去所犯的观点，吼、哦，参蔡议员、参社会，迄个时阵你反对，大家都知影，真正会灭种的是迄款的建设，唔是你维持七股的湿地啦，所以千万吼唔通讲灭种，啊嘛唔通讲危险，这更加唔是概念，啊千万唔通吼，迄个渔民误会。伊误会咧到底，你看，你讲要用火来捍卫乡土，啊，伊本来就是湿地啊。今天若准讲，我台南市政府同意讲，人要来开辟工业区，还是讲要来开辟什么块，渔民无所在通掠鱼，你讲要用生命来捍卫，安尼唔得对。哦，所以我讲吼，咱大家讲哦清楚哈。那第二点，大家恁的意见，其实我拢有听到，我拢有咧注意。其实恁应该讲的，就是讲范围是不是要增加啦？因为民国96年的时候，已经拢90%几拢通过啊！啊，湿地法地理法伊嘛通过啊。范围你若就是讲新增加这唔好，这咱大家当来讨论。包括人去内政部来到台南市要办说明会，咱来好好啊去听人说明，咱有意见甲表达，人家有法度知影咱真正意思。你阿未讲话就带人去抗争、牵鸡卵，我看以后唔能够发生这款代志哦，特别加对。谢谢，感谢我们蔡秋兰议员的市政总咨询。那么今天的议程也非常感谢我们赖市长、李秘书长，还有我们局处室的所长啊的练习啊，也感谢我们新闻媒体的先生、女士、小姐啊，更感谢我们议会的同仁及陈秘书长，大家辛苦了。今天的议程到此结束。